Amazing， 真的很惊人。觉得台湾的印象比较好。嗨，大家好，我是珍妮。今天我来整骨，因为最近我的骨头很痛，所以我在台湾试试看。왜냐하면요즘핸드폰도많이보고컴퓨터를쓸일이많아가지고어깨가너무아파요第一次在台湾整骨，所以有一点可怕，但是我要试试看。Let's go！ 大家，我到了。我这里不舒服。怎样的不舒服？会痛还是不动就会痛？但是我这里 like 有一点上。但很久了吗？很久。这样，然后这样，会痛吗？会痛，有一点。哦，动的时候才会痛。但是我的这里真的不好。啊，你平常会不会头痛？头痛，我每天头痛。每天头痛啊？嗯。你都痛哪边？我这里，然后这里，然后这里。好，你想一下，你都喜欢侧睡吗？如果喜欢侧睡的话没有关系，只是你侧睡枕头要高一点，高一点，大概是你的脖子到肩膀的距离，你要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这样。我睡这样，对，就是因为你睡这样，你这个肌肉都好硬，都会挤在一起，所以你的这个地方也会很肿，就变成说你久了之后你的肌肉有点硬掉了，所以你在抬的时候都会有声音，而且你的关节也不好啊，关节不好，对，所以你动了才会有声音，而且你这肌肉都没什么肌肉了。好，这里会痛吗？没关系，不会。这里呢？会痛。这里好一点。你的右边都肿起来了，你都喜欢，真的都是一边的动作。对。你看这里也是会有点痛。你看这里好一点。好，这个是。这个都会痛啊。你坐着的时间很长啊。这个会痛啊。这里不会啊。都不会。代表你的身体坐着的时候都会有点痛。对。你用长短脚的呢？你看。我手对不起来，你的右脚比较长，所以你的这个膝盖这里会痛。对，我录的时候或坐着，力量往上挤就会压在这个膝盖，所以你连这前面膝盖痛的时候，应该都是右脚的时候比较容易痛。对，我这个怕。放轻松，你就正常深呼吸，跟着我的动作就好了哈。你会很痛或不舒服，你跟我说。深呼吸，喘一下。好，来吸气。吸气。吐气。好，再一个吸气。吸气。吐气。来，喘一下。好，来吸气。吐气。好，再一个。来吸气。吐气。好。这样子一样长，你看到我都没有动到你的膝盖哦，会痛吗？没有，不会痛了。基本上你的腰跟骨盆在正确位置上，你的下半身的关节会在正确位置上，就不会痛。好，来这么看，你就觉得你的骨盆是立起来的，而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 ，Amazing， 真的 ，Amazing。通常哦，太晚睡啊，这两颗都会很肿。我五点睡觉。好。你自己要稍微调整一下你的睡眠时间，不然你这两颗会一直很肿，你就会很容易头痛哦。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因为你工作啊，或者是你时差的问题，你都会这么晚睡的话，我建议你睡前热敷一下眼睛。因为你通常这么晚睡，大部分都是使用电脑或手机，对，不太可能是在运动，所以你睡前热敷一下眼睛，让你的眼压不要那么高，就比较不容易头痛。好，来吸气，吸。
吸气，好，来吸气。你这个好重啊！好重，我这里很痛。对啊。嗯、我好想奶奶吗？也不会啊，只是你可能平常运动太少了。对。来，坐起来。坐起来。脚放下来，看一下。哎、欸，好，你这样坐起来才是正的。嗯。哇，你看哦。嗯。肩膀才会比较松。嗯。来，低头看一下。清楚。哎、欸，好，这样还会很痛吗？不痛，就比较不痛了嘛，吼、哦。好嘞，你肩膀痛痛看，是真真，还有声音吗？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你的肌肉都硬了，就是这个地方哦、所以它动的时候就会有点，会发出声响，好吧、嗯？这个要等到你的肌肉都柔软了才会没有。嗯。好，我先帮你热敷一下哦。真的很惊人 ，Oh my god！ 我第一次，哎，대만에서이걸해보다니，근데진짜시원해요。처음에는조금무섭고아팠는데하고나니까진짜시원해요。好，来，我们坐起来。嗯。那你如果会不舒服，你就不要隔太久，看看你的时间。嗯。哦，因为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台湾。好，所以你就看看你的时间，你再约，好不好？好，好在柜台帮你接。谢谢，拜拜。大家，我结束了。我觉得台湾的意向比较好，因为真的很客气，一直跟我说我的身体状况，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我现在真的很舒服。我在台湾需要运动，我现在去运动。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拜拜。